恭喜发财，喜气洋洋。怎么说起了客家话？我们去找客家山寨的寨主拜年。寨主到底长什么样呢？胡说啊！拿着一把刀，穿着那毛草衣。要拜年，当然要拿出诚意，准备顿客家酿豆腐吧。家庭又香的味道。OK 啦，还好吃一下。还有娱乐性十足的客家新年 MV， 小小玩家出游去新年特备，年初四下午6:30或晚上8点 ，Astro 小太阳，嘻嘻哈哈，喜勇勇。